这边的话是云南，纤维市。云南这边的石榴很出名的，人家很多卖石榴的。准备买一点石榴回去送给家里人吧。哇，这石榴怎么卖啊？怎么卖啊？啊？多少钱一斤啊？要么起码三两的，没钱说。你几钱卖没有卖三两？买个20斤左右，多少钱一斤卖20斤？啊？卖20斤10块批发价给你。10块钱一斤啊？啊，这是回扯的，你晓得？还要10块啊？啊。这么这个回扯的不是回扯的，是便宜啊！你不要要扯这个，扯这个便宜啊！对不对啊？买20钱吧，扯呀，那就这么快。那前面就晓得好多块，那个就这么快啊！这个边就要挖这个井。那比较小了。小吗？不是的，这个是冰川的，这个回扯的，你晓得？啊、这个小的不小，这个是冰川的，晓得这么快。不是同一个地区的。我有建议不多。看一下，这个水果批发市场挺大的。石榴好像是这边的特产吧，云南的特产石榴。这个是卖菜的。石榴怎么卖啊？这卖多少多啊？啊？这卖多少？1.5到3只。石榴有白的、红的，哇，这种石榴，这种可以。哇，这边的石榴确实甜啊，很甜啊。这多少一斤啊？那个10块。10块啊？哎，还有个好的。这么贵啊？那一种呢？这个6块。啊？这个6块。6块啊？哎，你要先转一圈啊，那一种也是很甜的吧？嗯，一个甜的，一个甜的。我先看一下。6块，
意思。小巷里面都是算命的。都是看相的，看相看坟地开茶呢啊，多少钱啊？看相一条街啊，这小巷里面都是看相的。哎呀，看相、看家庭、看婚姻。都是看相的，在小巷里面。等一下，卖土豆的，旗子，送命贴子，贴口直断。那算命啊，挂一个毛主席的像。毛主席都是无神论嘛，是吧、啊？有钱嘛，精神，一下他们一个，一好点，一下他们有两个，算你那算，欠算你多少钱？算了另外看。看相多少钱啊？多少钱啊？
啊？十六块钱。十六块钱啊？十六块钱就行。你走多，你一年不花是多少年？十多块钱就可以看一个相。圆通佛堂，2022年犯桃岁生肖，复合蛇猪。犯桃岁。看地理。地理学生啊，先生啊。除魔收鬼，收狗，收虫收逆啊，收狗，很厉害，叫魂，斩妖除魔。这副人家会斩妖除魔。没人在，没人。哇，太厉害了，还会斩妖除魔收鬼。算泡沫胃病梅毒成人用品，一路上就全部都是算命的叫魂吵架。泡沫肚子